平时高于区间的，所以这次今年是稍微低点，但是到今年选了之后，还是走共同去取消啊，取消今年的1月1号，1月1号是冬季旅游展，1月1号冬季。我们也会过去，但是那个时间上刚好1月1号是我们的机会啊，机会开始考试的这个阶段，所以本来是要留到10月1号，我们就把九月宝宝参加。那么今年我们参加，我们比较希望的应该是比较希望的是明年会特别取消这个叫做小游曲，我们这边有这个生态的